登麦之后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啊，不如就出来送个吴伯义赚点外快。今晚，哎，是，我想来点 local 的食物。来合作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们都是在校园会遇到九一一，对，然后每次遇到，因为一开始九一刚刚出来那时候，那些歌一开始不是全部人都很熟悉的时候，但是歌一出来，其实学校同学都暴动，炸掉，哇！然后结果连歌先红，听他们又好嗨哦，太嗨了。而且我那时候去校园的时候，我第一个，因为我上台之后的，好，那么你们今天最想听谁的歌呢？九一，对，台上怎么那么多真真啊？他们太嗨，而且只要他们只要我说好，接下来欢迎我们家啊，人都还没出来先叫就对了，是是是，很嗨很嗨很嗨。两位觉得我们对你聊这个会有兴趣吗？应该会，应该会啊，应该会。他们是谁？刚刚那一组已经很无厘头了，对不对？喜欢的是谢金燕，谢金燕啊，要唱。可是我们是真的喜欢，我们是真的喜欢九一。硬连结呢？没有，我们真的喜欢九一，真的。而且我们很想跟九一合作，对。但是因为现在九一挑的咖都太大了，对，我们就只能去当零演了。对对对，对，现在都跟宪哥，然后 A 啦，美秀姐。也别这么说，不要妄自菲薄啊！真的吗？好吧，你们假以时日的话，可以怎么样？也会慢慢习惯。习惯这种人家不找你们合作的关系啦，哎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要有壮志嘛！对啊，今天搞不好这个表演就让我们九一看到你们的存在，说不定最后是选你们的，对啊，可以吗？对啊，我们这个这一次的表演真的比较跟九一有关系，对，因为我们这次洋葱，请问他叫什么名字？真真。答错，好来，哎，可以吴尊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校园碰过很多次，其实我最一开始碰到他们，我会不太敢跟他们讲话，因为我会觉得说，哎呦，他们会不会就是可能比较有态度的感觉？对。可是，一见到他们，春风一就到丁了，嘿呀，一春风就到出了，哎，真真，我好喜欢你，我们可以来拍个影片，对，亲切啦，对啊，很亲切，太棒太棒，叔叔很亲切，那你们听不出来是一种场面话吗？你这样讲，我好像讲，对，我们现在有点觉得，后来恍然大了，后来有一起拍影片吗？有没有？后来有话有一起拍一个影片，没吧？不可能吧？现实动态24小时就没了，你看，现动，一步一下，直接就给他表演起来，叫做什么？来来来来 ，local 天尊。我是歌手界的 Local King 500，今晚我想来点奇怪，我的餐点怎么还没上来？好烦哦！湖上小鸟啼啼，江畔帆影依依，啊，这里。是你点的吴伯义。我是小哥费玉清，你点的吴伯义让你久等了。小哥，怎么是你？啊，你也知道封麦之后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啊，不如就出来送个吴伯义赚点外快。你也知道我个人很喜欢骑车啊。骑车，那是你哥哥才喜欢骑车。被你发现了，原本是想要低调的。我今天其实是开劳斯莱斯来送的。九，真的，九，怎么把车牌讲出来了？哎，请问今晚你要来点？今晚我想来点一首歌，露露的《让我们在一起吧》。先不要啊哈！什么？我要点露露的《让我们在一起吧》。先不要。我要点《让我们在一起吧》。我的话就说了，先不要。好，先不要。哦。那今晚我想来点宪哥的红梨果胶配海
海豚吸尘器。这怎么吃？真的有卖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卖完了。怎么这么热销？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海豚吸尘器没有了，请问一下，翘臀吸尘器可不可以？哎呦，什么是翘臀吸尘器？有吗？哇！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。哎，你先回207等我。哎，已经有人了，已经有人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是我那朋友。这个刚刚已经确定207有人了。那208等我。哎，好。这个老师，我们今天不要讨论房号的事情了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要真正点一些可以吃的食物？毕竟我也是有一些送餐的压力。那今晚，哎，是，我想来点 local 的食物。请问一下，这个 local 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？ local 的定义就是来自台湾。哦，我举例，彰化大碗，彰化来自台湾。local 赞，哎，赞赞赞赞。新竹米粉，哎，赞。赞赞，好吃好吃。宜兰三星葱，赞。local local。台南蛋仔面，哎，赞，不错。韩国鱼，赞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你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太针对性啊？我是说，口令要定，韩国来的鱼不是来自台湾，赞。哦，原来是这个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了解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看新闻吗？我脚受伤。所以呢？我脚就是有伤啊。哦，真的嘞。就是有伤。就是有伤。就是有伤。走吧，出远门，上山，哎呦，阳光照地，你还要配备，嘿呦，没错，安排个时间给自己出秀，别空。会伤一下，我打爆肝，嘴边隔壁拢会。Oh my god！ 我话到会断，这个周末请你帮我排个假，哎，行吗？我要来的就在金色的沙滩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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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我望着遥远的绿色的仙人掌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就是无伤。俺咪呀在不上，那看到海景星星都会水当当。对我做回山，啊对我做回山，我的五号岗叫你来一趟。就是五山。孙啊！好好，啊没了，也没了，没了。五山啊！半年了，半年。太好，太好。很新哎，你们很新哎，有伤上时事嘛，对不对？有真的有伤哎，真的真的，五百大哥有好一点了。哎，我刚才下面还在猜说他们到底会演什么哦，有猜到吗？我完全没猜到，比我们想象中还很好，而且最屌是你里面东西还没拿出来，认为可能很烂，对不对？你的预期本来不高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刚刚一起我们在下面吃饭，他就说你们是不是要表演什么？什么跟什么？在猜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有这个不对不对，有这个对不对？我去厕所尿尿，他在我旁边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要表演那个？对不对？压力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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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。就每一段都很有梗哎，真的，尤其是那个脚受伤那里。丢弃无伤，失事啊，失事哦，所以要套到那个丢弃无伤。对，刚刚好。谢谢伍佰老师，祝他早日康复。祝伍佰老师早日康复。对对对，他们专门消费一些名人，这是他们专长。人家都受伤了，小哥好玩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怎么样？没有让我失望。没有让我。你本来对他们是抱着失望的，失望没有失望。